全军出击！现在我手中拿了个板凳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一级我们要学 E， 虚区老高了，攻击力可以给40，也就是一级我们120点攻击力。直接上去砍着铁男。虚伪的神救不了你。板凳的声音，走位，我给你大嘴巴。你怎么的？来蒙的这儿，我不撇你吗？嗯。这是啥呀，我哈，我 Q 小兵还给我回血，这是来人了呀，我一看啊，哎呦，我挡我不吃炮车，让我吃不了炮车是吧，这蒙多现在有点狠呢。 Q 死小兵还给我加血，加五点血，我家螳螂来了，走呗。那螳螂到底来不来呀，螳螂干哈呢，螳螂我给你大嘴巴子，我再给你个大嘴巴子，别你太菜了。走西边，有扣吧还是？把 Q 一下，来了螳螂，把 Q 一下，越哈越，哎，如此孱弱的饥渴，哎哎，来蒙到这儿，躲点他的意啊。病毒图印，啊！爆破，打一个，
我好像能吃两层，我这150点攻击力。蒙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搓衣板走了，回去了。把我的波浪剑射死了。先来个日炎，再来个皮海，算了，既然他不跟我们打，我们就控线儿吧。啊！蒙多，走这边。我现在勾死一个兵，给我加100点血。正常我勾一个兵得用80点血。就相当于我要是扣死一个兵就可以给我回20点血，我不撇你吗？啊！我打你疼不疼？啊！我打你疼不疼？完了！我扣怎么撇飞了呢？哎呀！他怎么不往后跑啊？怎么往里边跑了？哎，好烦啊！这没打死。蒙多，走这边。我杀他这么多波，他杀我一波他就八级，这不合理呀、啊、这合理吗？这不合理呀、啊、我都不如 A 一下防御塔。刚才你咋的呀？这干哈？这老些人呢？我天哪！为什么？上线我们这波用所有技能把铁男杀了啊，所有技能。我只要这菜刀撇到他，他就已经死了。这波即使他交闪现他都没有用。啊、哦！我说了，即使你交闪现，你都差点意思，知道吗？你都差点意思。还是有点脆呀。
Rampage. We have 4层塔皮，有点无敌。这波截住他，擦个眼，撇，呀呀，跟我干，跟我干，啊，跟我干，你还跟我干？你打得过我？我大招都不用。刚才好像有点悬。直接开大招啊！走呗，走呗，抠一下，别着急啊，等回血，再抠一下，跟他干来，他没技能了。你咋的呀？你怎么的？哎呀 ，Q 错了。你怎么的呀？嗯，来啊！我走了。邓朵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来个日炎。出个本儿甲，蒙多，走这边。这螳螂这英雄确实是很厉害。无论谁玩都能切得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离谱！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把这红给他拿！你怎么地呀你？我大红，你们有脾气呀、啊？嗯，咋的呀？你怎么老要赶客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是不是给你点，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这咋的呀？这铁男，我不开大招啊！搁哪呢？那刀锋呢？你干哈呢？要杀我？这蒙多这回血也太垃圾了，回不回呀、啊？这血呀？怎么不回血呢？85%最大生命值，这咋不回呢？这就投降了，啊，18-4，这也比较正常，18-4投降。